天是个中签的34岁生日，凑巧签在老婆梁乙则是后天30号生日，两夫妻一起搞生日会。签仔在社交平台上传跟杨乙庆祝生日的照片，两夫妻恩爱嘻嘻，兼且童心未泯，在波波池拍照，十分搞笑。签仔开心地说，跟阿姨一起开生日会，难忘了一个晚上，多谢各位朋友的祝福，感激感激，希望大家天天都笑口常开，两人真是太恩爱。 TVB 新剧再创世纪，今天下午在将军澳电视城举行记者会，一众艺人包括郭晋安、杨怡、林文龙、周丽琪、周柏豪都有出席。凑巧8月30日是杨怡、周丽琪的生日，真的是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大会推出蛋糕为两人预祝，又安排郭晋安、林文龙送上鲜花，周柏豪则机场现唱生日歌。事后杨怡接受访问时提到双喜临门，她思考一会说，多谢生日又有新剧播出，算上老公罗仲谦生日是否三喜，都是的，会不会是四喜临门呢？你们兜个圈就是问这些啊，会不会送一个 BB 庆祝老公生日，成你贵人呢？现在状态很贵，都是顺其自然了。他表示生日愿望是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，问到会如何庆祝，他说都是在家简单吃个饭，见你们庆祝生日好 sweet， 太过分了，竟然先晒出来了，等下我都要快点晒香出来。